三、二，第一题啊。三、二、一，芭蕾舞。为什么？不是我这个是你那一个不争气的一模一样，等一下，起来一样。我待会儿要仔细看谁慢了，我也得把谁抓出来。是不是谁慢了？其实这芭蕾舞，我就看他们俩。你说谁啊？他们俩吗？有些人，但主要是这一对，这手位不一样。但是人家都做出来了，他还另外做了个不一样的。双世宠妃都拍到第二部了，怎么还这么这个动作做的不一样呢？而且是你已经做完了之后，昭陵特别做成那个，莫非他就是不想要这个孙子？柯群这一组刚刚你是柯群开始做的是。因为客群是为你写诗的风格，所以他要有一个韵酿，这是诗的韵律，对不对？接下来盯很紧，盯很紧，对不对？来准备啊，三、二、一，金鸡独立。姐姐是这样的，金鸡独立，然后看海涛做一个，他说不行，抢不过去。他慢一拍，对不对？对对。然后我觉得这个要饶过麦克，对对对，要饶过麦克吗？要。这个他确实是没听懂，确实没听懂。这个有点为难。那你们两个一起来一个哈，好，好，好，三，好 ，3, 2, 1，金鸡独立。真的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，手没起来，手没起来，我们不一样吗？不是，我这样了。羽西比的是公鸡有关子，有机关，然后麦克比的没有机关。好，下一题啊，请注意。